你为什么打我？因为我要将刺客联盟的人统统干掉。你是我的兄弟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不会丢下我的朋友们，你这个坏蛋。你每天都和这群家伙在饭店里过普通人的日子，而我每天都在拼命的练习功夫。现在我身体已经如钢似铁。你这个坏蛋。就算没有主角光环，就算我只是个配角，我也要用我的努力击败一切敌人。没有什么事情是多付出一倍努力做不好的，如果做不好，那就再付出一倍，直至做好为止。哎，好励志的反派呢。励志反派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